今天的天气，就老家的天气，然后我爸发那个小妹妹发姐被年货了，上面正在绑灯挂灯笼过年了嘛。这就是我妈的背楼，哇，我们家街道上面比较窄，一般呢是不能开车的，当然我们都是走路的，我们是走路20多分钟到街上，啊，也挺近的。小孩子都没起床呢，我调了闹钟才起来跟我妈去买年货，我来付钱的。我们老家的趴趴干5块1斤，然后街上卖菜的好多人啊，然后就是自己农民摆着的，就是家里有什么就卖什么，就种什么。这是我们的灰菜，像肉一样的，就是魔芋羊肉、猪大肠、肉皮、核桃、肉皮。这是我爸买羊肉、牛肉。啊，我们这的牛羊肉腥味就比较大，一般的在家都没买过。上面就是正常卖菜的，我们这的人特喜欢吃鸡爪子。鸭爪子，买点肉，我们现在肉13块钱一斤，然后弄包面，我们的包面就是饺子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折耳根，10块钱一斤，有那个根根，然后叶子，然后这个心儿，我是最喜欢吃心儿的，心儿也是最贵的。火锅粉，你摸哪种嘴宽的？好了，咱去买那个包包，哪种嘴宽的嘛？这是我的豆皮宽粉，买了6斤肉，买点牛肉，15块钱油勺好一点过2块，就是把那个勺子放在那个勺子里面，就叫油炸出来叫油勺，哦，2层。我们家的小吃，哎，满满的一杯，把我提的，肉，做包面，还有面皮儿，然后蘑菇，还有花菜，豆芽，芸豆，啊，包饺子了。我们这个饺子有点特别，刚刚买的肉。就回来把它弄了，只是用蒜苗包的，因为没有葱，家里的蒜苗是自己种的，然后新鲜的。哇，这6斤肉要包多少？看看我侄儿包包面，看看怎么包的没有？哎，邓菊娃子包的。我们这个叫包面。马上包。姨兰，很气包的吗？不是先去包的吗？我得给你一个呀。哎呀，我还没有我侄儿会包。哪里人啊？妈几个字是很气包的吗？我记得是先去包的嘛。啊，现在包，然后我弟都等着吃了。我们今天包饺子，在北方叫饺子，我们这里叫包面，就是把那个包在那个面里面就叫包面，也叫馄饨啊。不管包面还是馄饨啊，它是两个皮，一个圆的，一个方的，里面的馅儿都一样的。本来正常是要放那个葱花的，但是我们家没有葱，就只有那个蒜苗。我妈说蒜苗香啊。哎，自己家种的蒜苗，所以我们包的是蒜苗，包那个饺子。可能好多人都没见过蒜苗包的嘛，玩儿。你开了，可以。刚刚包的午餐都被抢着，然后煮了。你是不是吃10个？你吃完了都啊？我包一个馅多的。我包的馅多，我有个东北包习惯了。你看我两个弟都等着吃，你们侄儿都动手，你看你们就动嘴。饺子，这几个颜色呢？绿色哦，先煮豌豆丁，豌豆苗，拿瓶吃。
们在这里包，你在那吃。边包边吃。嗯，尝一下那个啊，蒜苗包了啊，手都没洗。我只想进点衣服过去。嗯，蒜苗包了就是香。吃包面呢、啊？那我们的包面是怎么吃的？带汤的，我们沾那个菜，再放个辣椒油，我就不吃辣椒油。吃了饭给我侄儿侄女买衣服去。我们家的两个大学生，长这么大，再看喝了水，十二十。左边呢是我妹妹，就是我幺幺的女儿，幺幺就是我爸爸的妹妹，给我侄儿整理。3年没买衣服了，我们家小孩每年都给他买3件裤子，3件衣服，3件毛衣，刚好过年给他们买衣服。我家侄儿侄女每年都给他们买，但我妹妹听说我3年都没买衣服了。现在的小孩子长得真快，一个12岁，一个14岁，都这么大了。